艾克士顿 Sins 源自欧洲的经典，中山市华裔灯饰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灯饰照明生产、销售、工程、物业、投资、贸易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集团。艾克士顿 Sins 欧洲明灯馆是华裔在多品牌发展战略下重金打造的欧洲顶级奢华灯饰品牌的专业销售平台。11月14日，多个国际品牌签约进入华裔国际灯饰广场。在政府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华裔凭借在灯饰行业沉淀近30年的设计制造及运营实力，进一步向国际化的顶级灯饰品牌迈进。2014年11月16日，艾克士顿 Sins 欧洲明灯馆落户北京居然亮屋灯饰城，通过开业庆典仪式的盛大举行，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通过华裔强大的渠道，未来将 Sins 传播到国内每个角落。艾克士顿 Sins 明灯馆旗下签约引进了来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19个顶级灯饰品牌，其中包括代表佛罗伦萨艺术典藏的 Arizzi， 被誉为皇室名片的 Juice Catali， 以及穆拉诺岛上的艺术玻璃魔术师 Di Maro， 蕴含西班牙浪漫血统的 Emrich，穿越百年奢华的 Martinez Oats， 巴黎古典灯饰守护神美誉的 Lucen Go， 这些欧洲品牌均有着逾半个世纪乃至百年的发展历史，其精湛的工艺技术、极致的灯饰美学设计等优势，深受欧洲皇室贵族的喜爱，并成为他们争相首选的高端灯饰。艾克士顿 Sins 欧洲明灯馆以传播欧洲灯饰的历史、文化、艺术为使命，是欧洲灯饰品牌进入中国的第一窗口，更为国内高端消费者购买欧洲顶级灯饰提供了一个最专业的平台。在未来的发展战略中，艾克士顿 Sins 欧洲明灯馆将其北京新店开业后，在上海、广东等区域设立更多的服务网点，从而贯穿南北，形成遍布全国高端市场的灯饰专卖店。与此同时，我们也将继续从欧洲各国引进更多顶级品牌，为高端消费者提供更加专业、完善的购物体验，让您足不出国即可购买到全球最时尚奢华的灯饰精品，享受到与欧洲贵族皇室比肩的家居文化。